我就是一看到他第一眼就觉得他好像又瘦了点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在上香的时候，希望舅妈妈她能够安息，然后也希望她能够保守宽姐的心，希望宽姐可以得到平静，希望她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这样子。苦了，嗯，我就是一看到他第一眼就觉得他好像又瘦了点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在上香的时候，希望舅妈妈她能够安息，然后也希望她能够保守宽姐的心，希望宽姐可以得到平静，希望她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这样子。有抱了她两三次，抱得很紧，但因为宽姐她人的个性你们也知道，她就是很客气，然后就也叫我们不要待太久这样子。对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祝福宽姐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就先离开了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呢。谢谢。好，小心哦，欧总，小心，拜拜拜拜。